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吃芒果后咳嗽是怎么回事呢？吃芒果咳嗽通常都是由于过敏而引起的。芒果虽然十分常见，但它也是一种容易使人过敏的水果。不少人在吃芒果后会出现过敏现象，尤其是一些不成熟的芒果。没有成熟的芒果所含的过敏物质更多，一般来说会表现为发痒、红疹等，其中就包括咳嗽。如果并未吃太多芒果，那么喉咙出现发痒、咳嗽的状况也不会太明显，这时只需要多喝一些温度适中的开水就可以了。家中若备有抗过敏的药，也可以先服用，缓解咳嗽症状。假如吃了过多芒果，皮肤出现了很多红疹，那么就需要及时就医治疗了。您知道了吗？